花莲社工所向内政部国土署争取经费，进行花莲高乡校园周边步道及道路改善安全计划。其中花乡前的路段呢，社工所要趁着暑假期间赶快施作。市民代表会多位的代表也特别到现场会勘，除了听取社工所工程简报，也提出了建议，希望人行道施作可以更周延完善，符合市民的期待。花莲市公所向内政部国土署争取经费，进行花莲高乡校园周边步道及道路安全改善计划。其中花乡门前路段，市公所要趁着暑假期间优先施作。我们这一次花莲市公所针对我们花莲高乡校园周边的步道环境啊，提出了一个整体改善计划，也获得了内政部国土署的一个计划的核定补助经费。那我们已经在六月底决标。目前就是希望在利用那个花莲高商他们暑假的期间，能够从那个花莲高商校门口这边来，就是尽快的展开，让学生在开学之后就已经可以有新的人行道来使用。我们这个计划的范围会从国联一路到林森路这样的一个中山路的路段，两侧我们人行道全部会重做。那 AC 的部分也会做一个全部的刨铺。我们主要会针对这个路段里面啊，它的除了那个直线段的人行道的那个人行空间做一个铺面改善，以及那个有一些那个障碍物的移除以外啊，那针对沿路上的所有路口，我们都会将它做一个交通安全的全部的检讨，这样。花莲市民代表会多位代表特别到场关心工程内容，除了听取市公所的工程简报，也提出了建议，希望人行道施作可以更完善周延，符合市民的期待。非常感谢我们内政部国土署的补助跟支持，让我们来改善我们花商周边的人行道的工程。那这个路段是从花莲市从中山路然后从国联一路到林森路这一段来做两边的人行道改善，那期盼这样子的一个改善下，可以将路人的安全摆在第一，也让我们的行人能更为安全。这项工程发包金额有3115万元，执行内容包括了改善车行空间、人行道、路口标线等，预计在7月中要动工，工期总共240个日历天，希望完工之后可以提升路口机慢车停等，还有行人的用路安全。记者会换室报道。